Hi everyone.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his evening. We will now begin with a seminar by Sharon about the traveling. Thank you, 弟妹。这个山村的话呢，还觉得还蛮有特色的。这是一大早，太阳还没有出山，这个是非常的一个，安静的一个山村。尽管那个时候日本是热的是一塌糊涂，那么，山村也不例外。对，这个就是还没有。太阳就是刚才讲，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那个图片，那个可能是东方出山的地方。慢慢的，这个整个天空就开始红了，也看得到这个山上的这个云呢，在袅袅升起。原来以为是这个炊烟，结果。后来发现不是炊烟，特别是我在富士山的时候，我好像觉得，因为我们不做这个研究的哈，我好像觉得这个云呢是从地上升起来的。我们到时候会讲到富士山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山，观山的一些感觉哈。大家也可以从这个上。这个图片中间看起来真的是慢慢的往上飘，往上走，听一下鸟声，安静的小村庄，云在一片一片的，不是一片一片的，整个就是，这有点像在那个。飞机上的感觉，飞机上的云可能比这个更加的那个重一些哈。这些图片呢都是原图，我没有，我从来不用美图哈，所以的话，你看到是什么样子，这个就是什么样子。那我呢特别喜欢这种安静的环境，那也就是总在那儿，我待了可能有。两三个小时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坐那里就看着太阳这个冉冉升起，然后也看到那个云层的一改变，真的是非常享受。然后鸟在那儿唱着歌，然后溪水在那个潺潺流过，真的是很享受。小山村还是那个小山村，但是。从前面看到的那个图片和现在这个就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天亮了以后看得更清楚哈。所以你看我一直在那照，你看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多的这个云哈，那真的是非常漂亮。这个是同样一个山顶，就是这个山顶，那我只不过是。太阳出来了以后，我把镜头拉近了一点，那真的是感受到这个。你看到这边就还有云哈，到这一张的话呢，云就飞到天上去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，特别的美，特别的安静。这个是我睡的一个床，在这个床上呢，这个是个 hostel，挺好玩的。你看的这个船上的湖南人哈，讲的那个清楚。他这个 hostel 的话呢，他只是给你那个枕头套和被单，让你自己去套这个自己的铺垫，这个床自己来铺垫。当时的话呢，我还不知道这个。这个 hostel 是没有男女的，就是说你进去以后，你就是说安排你一个位置，你就住在这里。所以那一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哎，对面怎么是个男的，把我给吓了一跳。可能我没有读到他的那个规矩哈。这个就是刚才我坐到的那个窗前，我把它打开，然后。
坐那地方，然后欣赏外面的这个美景。这个就是那个窗台下面的那个瓦片，就是那个楼底下那个房顶。这个左上角的话，这个角的话，大家看得到就是刚才那个村庄，所以一直坐在那个窗边上。窗框上应该是说，哎呀，真的是很舒服。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舒服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日本到处都是绿油油的。这个正好是夏天，是稻子生长的一个季节，所以赏心悦目。只不过是天气有点热。左边这个图呢，就是我的那我一出门的那个 hostel，它那个坪里头就停了2辆车，这个就是好像我听他们说是从东京过来的一帮人，他们集体到这里来旅游，像我这种自己背一个包。拖一个行李箱，应该是，来的旅游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多，特别是外国人到这里来了以后，我说的外国人是除开日本本地人以外，因为，后来跟我就是同一个房间睡的那个人，他也是个日本人，他也是单独来的。但是，我就没有看到像我们这个从。不是日本本土的人去的，还有一个事情哈，就发现的就是特别的让我震惊，让我一起来看看是什么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刚才听到非常的熟悉，这就是日本的农村里面的广播。我就是第一次用视频录下了他的声音，这也引起了，就是说引起了我的回忆，因为曾经我在农村里当知青的时候，我就是干这个广播员的。那么到现在来讲的话，到每个农村去，中国的每个农村哈，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广播了。可能我也有点，就是说片面哈。至少我原来下放的那个农村没有广播了，所以听到这个广播以后，一开始说啊，6点钟有怎么什么东西响，觉得很奇怪。结果后来听到就是说，后来问一下那个 owner，他就说确实是每一天他们都会有定时的播放，广播里面会有播放这个声音提醒大家。所以很好玩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图呢，就是当时我拿到的那个地图，左下角的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它就是我上一个星期讲到的那个，日本的什么童话的世界在这里哈，那么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呢是山上的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山上的话呢，我当时我就问那个 owner，我说，我说山上有什么东西啊？他告诉我和山下的那个差不多。那我心想，差不多的话，我干嘛去？我还爬那个山？他说你试试吧。然后他就给我租了一辆，他说他那有电动单车。500日元，那就是相当于5个加元。他说你就租一天让你跑，那我心想我也就只有半天，我就说那行，我也没有骑过电动单车，我说那试试。我问他电动单车和单车有什么不一样，他告诉我就是说，因为他的英文也不是很好，他告诉我你骑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
力量把你推一下。我说那平时有什么？因为他有很多那个，还有很多那个操纵的那个东西。他说那些你就不要管了。哦，我听到这样一话的话，我心里也有一点底了哈。因为没有骑过的话，我就觉得还是不是很那个，而且这个距离会比较远哈。而且就是说，如果不是那个 owner，不是那个老，就是那个青年旅馆的老板，告诉我要去骑单车的话，可以去的话，我真的就没有想到。所以你看，大家从这个 Google Map 就是看得到，他有这个搭公交车，哦，自己开车37分钟。然后坐公交车53分钟，走路6个小时，骑单车没有。如果你说那个选择的是骑单车的话，这两个点的话，他就没有给你这个路线图。所以的话，如果不是那个老板来推荐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考虑到，我本身也没有计划到。那么就有两点我会比较的。这个在意，第一个就是电动单车，这个就是我要去的那个村落，这个就是还看上去还，因为我看上去好像和那个，上个星期讲的那个没什么区别哈，但是我觉得去了以后还蛮值得的，这个房子上个星期讲过的都是草的房子。那么他们的防火就是一个大的隐患，就是特别容易那个，有火灾。所以你看到每个地方都有这种防火的那个，因为这个是世界遗产，认识中文的人朋友都可以看得到世界遗产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大家认识的火灾发生的时候，然后你怎么样去做？哎，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。那就往那边走了。那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走，全是山哈，一个山坡一个山坡。这边是到朱古高草岭去的路，我的那个 hostel 大概就在这个山上，所以你看看。非常漂亮，郁郁葱葱，泉水叮当响。大家都听到蝉鸣，听到泉水，而我呢，在享受什么呢？搭电动单车，第一次骑电动单车。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，power 开关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篓子，这个是非常棒。像我上次在巴塞罗那就没有，很不方便，这个东西都搁在里头。它这个锁也挺好玩的，你看有一个这个橘黄色的开关，要把橘黄色的开关先关开上，然后再按下来才能锁。这个其实它和中国锁都没什么。然后还有一个挺好玩的呢，就是这个架子，大家看像不像之前我们所有的那个架子，对吧？它这个有什么？这个地方它有个开关，要把它打开以后，你直接往前面走就行了，不用再像我们那样子打开以后，然后还要怎么搞一下？我忘了，好久没骑国内单车了。所以挺好骑的。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它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。所以开始的时候不知道，所以推上去的，40度推上去的，后来可能50度我也能骑上去，也不觉得累，因为它有一个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 gear，还有一个换挡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个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当当当。挺好玩的。那看看我一开始骑的时候什么样子，新手上路。看看能不能行啊！我现在看看一个比较平坦，也比较可以的，
第一次骑电动单车，Oh my god！啊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！东倒西歪的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还蛮好玩的。啊，再来，重来，OK，搞错了，重来，搞错了，重来。荒无人烟的感觉。电动单车还是和单车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比如说单车的话，它完全是靠你的自己的力量，所以你自己用多少力量你能掌握。但这个电动单车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不好掌握，因为你一踩你单车的概念，来骑电动单车就肯定不行喽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。对，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好掌控，特别是它一蹬的时候，它有个电池就会帮你往前面推哈。那么看看平路应该稍微好一点，这是农村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山 Let's 村里面的 go, 房 use 间，bicycle。那么现在因为我不要 map 了，所以我就可以用这就是完全是日本的那种bicycle。看到实在在了吗？的山村的我人。看到两个日本人，他们看看还是这个村庄里头的。他们的村庄的这个现况。和昨天那个很类似。到处都是绿的植物。还蛮干净的。对，这个就是那个单车，整个就是这，对对对，整个就是那个村庄，然后因为它那个路那个很是颠音乐，簸，你听我见的了吗？放的那个东西也不好，就是放我那觉得个现在这里照应该相稍机微的那个听东得西见不了。好。Anyway，好的，这个是在我沿路上面的风景。沿路风景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刚才我讲的是溪水潺潺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路，这个就是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，走一段平路，就是你刚才看到我的那个，照相机就是放在那个上面，因为它一倒的，一噔噔噔的话，全部下来了哈，一个挑战。这就是我的骑单车新手上路，从不熟悉到熟悉。一个挑战。后我来的话靠！呢？天哪！哪怕就是骑的那个电动单车可以看得到我出去的重影，但是很漂亮，这里这个峡谷，花花流水，哇塞，还有1.3公里，发现电动单车的话。平路上还不错，咦，上山上的时候太不敢骑，下的时候也不敢骑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太陡了，75度的坡75度的活，但是很对，奇妙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地方有一个袅袅。我觉得肯定不是炊烟，看到那个翠绿的山，都是这样子的，也只有在意大利看到过。对，你看我为什么说是75度，就从这种路上走的。这样一直，哎呀，那个下去真的是不敢骑，
现在想起来还挺那个的，只能推下去。它一般的路呢，它不像这么好，它有点那种就是像土路一样的哈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，整个裸露巷中间没看到人，因为当时当地的人很少。这个还有你看到一些房子，心里还不是非常的瘆得慌，它有些小道上真的房那个没有房子，啥都没有，你还觉得是不是走对了？你看就是这种路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走对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到了那个村庄，然后呢，也到了那个整个的经历了这一些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然后看看我自己，还有一个挑战，对我来讲的话呢，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要用到行人靠右，行人靠右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有一段从大家可以从我开始那个图，那个 Google Map 可以看出来，有一段是走的高速，高速的话呢，它会有这种。这个很多车子来，如果你要是行人靠，像我们这边靠左的话，可能就有危险。所以看看这个哈，行人再靠拍一下右，我自己，好不好？对，拍拍我自己。再拍几个哈，证明我真的是在骑单车。但是提醒自己，行人靠左，闸靠左。这是山下坡，上坡。掌握它的那个 coordination 就比较好。这个村庄刚才我们用那个照相机，也就是那个那个电话录了哈。那么这个呢是大家就是说比较好的角度去拍摄的。原来那个村庄就上个星期讲那个村庄哈，它是没有人住的。但是这个村庄的话呢，它是有人住的，我觉得都是一些那个，怎么说呢？都是一些那个游客。因为我去了以后，去的比较早，我可能是反正挺早的，整个村庄那个没有一个商店开门。我去了以后就碰到的时候都是一些游客，问问他们从哪来的啊，在这里住的怎么样啊？如果能说英文哈，但是我刚才讲过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，有些人他能偶尔说一些英文的话，也只能说come from Tokyo，我说什么东西哈，也就是本土的人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那个，而且你看他们的车子和我们这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这个是看到没有，左下角的这个地方有两辆车，他们车子都是这种方头方脑的。上次那个村庄的话呢，都是这种茅草顶。这个村庄的话呢，还有一些别的顶哈，这一种，所以它两个还不一样。最不一样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一路上过去挺不一样的，没碰到一个人，特别是过了那个高速公路以后，之前也没碰到人，就是高速公路上有些车子开得贼快，从我身边呼啸而过。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哈，它都会有这个植物，他们的植物真的是非常棒，他们的松树也好，他们好像他们全国都有这种松树，看上去就很像给人一种黄山的感觉。你看这种亭子是不是别觉得特别的古老？可惜它没有开放，所以我只能在这个过路的时候看一下，然后它有一些解说牌。这个村庄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它有一个博物馆，那个博物馆里面的话呢，就会有，我觉得会有很多那个。
关于这种历史，和它的介绍，因为太早了，所以那个博物馆没有开门，我也只能在那个外面兜了一圈回来了，看到好玩吗？就是这一种的草房子，我觉得这个草房子应该是比较冬暖夏凉哈，可惜的话我没有进去过。上个星期讲的那个村落，就我没看到。哎呀，我不能说没进去过，因为我在里面，吃了那个点心，也在里面看了一下，他们有那个商店在里面，我也在里面看了。这个地方终于看到几个人，村庄里面，这都是游客，都不是当地的人。不是村庄里的人，其实是村庄里的人的话，也是这个做生意的人哈，挺好的，很漂亮，真的是非常美的地方，大家不妨去坐坐，去看一下，去感受一下，去经历一番。我就是说，一般的人都会讲啊，我的这个什么到日本去啊，我就是在东京、京都、大阪，吃一点，喝一点。但我觉得你要是走出了这个城市，往乡村、山村里面走的话，那个景色也是非常震撼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走到刚才不是大家看到我一路走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山村，突然那个山村那个里面就呜呜呜呜，就像一个那个我们这边着火的那个就是那个救火车的那个声音。哎呀，我一开始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吓坏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哪里着火了？但是我看到整个山村，除开那一个喇叭里面高音喇叭里头传出来那种声音以后，没有其他的声，没有其他的人那种，那个慌乱哈。后来我问了那个青年旅馆的 host，他告诉我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条小溪，这个小溪的话呢，它可能有个水闸，要过那个水闸，一定的时间开放的话，它那个水闸就会应该就是灌满或者是什么东西，只有那个时间可以通过，所以每一次在那里灌的时候，它就会响，所以我想啊，好的，好在不是那个。着火了哈！要着火了以后，这么热的天真的是还比较麻烦。那哎呦，看上去是不是，还挺真的是很漂亮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。下个星期呢，我要讲游峡谷归童年。为什么我说是归童年？都坐在这个小火车上，咣当咣当咣当走，哎呀，一路上就是这种风景。当然，这个其中的一个哈，好的，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见面。好，谢谢。把话筒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，贝妹。Hi, thank you so much, Sharon. We will now begin with our tonight's exercises.